Hello， 各位的好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又带着我们秘密武器，要来帮这几棵果树做浇灌。那这个是水，那我们今天要帮它加入。这是我们自己养的黑水虻哦，所酝酿出来的益肥啊。哦，那我帮它做一下稀释啊。有人问说稀释的倍数怎样哦？我没有办法回答，因为我都差不多就好了。哦，大概这样子啊，应该是差不多。今天用的比较浓一点哦，大概有10:1哦。啊，因为今天是要浇这个地质的，所以会浇在它周围，不会浇在根部了哦，所以应该没关系哦。园丁老弟，现在要浇灌的植栽哈，有前面这一棵枇杷树，石生枇杷树，树形哈被园主妈妈啊雕料尾拜了哈，哦，就撒在这边就好了。这棵枇杷哦，我们就看明年啦，我想明年应该有机会。其实这边最大的挑战是位置，风太大了。好，这棵枇杷树，你看调整的树形不错。然后现在园丁老弟目前浇灌的地方都大概在他的那个树冠的滴水线，大约的滴水线，啊，大约的滴水线。再取水，等一下那一颗，下一颗，好，下一颗。下一颗要浇灌的这一颗是红毛榴莲的石生苗，红毛榴莲的石生苗。石生苗吧，红毛榴莲。这个红毛榴莲是何兄送的。哦，何兄送的，何兄送的啊，我们的好朋友哥们，何兄送的。你看我们这益肥的颜色，哦噜噜啊！我觉得你稀释的比例大概是园艺的1:10啦，大约1:10，我用目测大约。啊，这个稀释的比例其实要看它原液的浓度啊，那原液的浓度你也不知道它多少，所以只是一个大约。那像这一种啊，基本上你的植栽这么大的话，不至于会产生任何的肥那个什么肥伤啊，因为植栽已经这么大了，对，浇灌在周围而已，除非你的植栽是小苗哦，除非。这棵今年很有机会吃到第一次的果实啊。很有机会。好，趁今天一样哦，可以好好的对焦，再让哥哥看一下。这是命蛙哥，这个红毛榴莲。是他自己授粉的，自己授这几颗没有经过人工授粉，哦，所以应该会成功了哦。现在就是赶快让这些叶子长出来之后，赶快有养分的一个供给啊。这上面也是他自己的，对，上面也是自己的。那这两颗，花授粉长得比较好，其实你还要看的就是南面哦。对，这南面。南面的话，基本上因为我在开车，我沿途看了很多的芒果树，南面的那一个枝叉的来花非常的理想，但是北面的通常东西不太理想啊，所以这有可能是北面风很大哦。那这里吧，这相对应的北面，这是你有人工授粉过的，这几个是人工授粉。好，那这个位置是北面，现在风就直接吹，人工授粉的，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发育。
过呢还是很有机会啊，因为它的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果柄还是绿色的，还是有机会。哦，好几颗啊，所以这次石笙很大，树形很漂亮啊。哦、妖鬼啊！妖鬼啊！所以还是给天地老弟啦一个赞的哈，又掉盖树形。基本上我的树形，我留的树形，老十张啦，园丁老弟用香高长。啊，他自己的塑形都调整的比较好。啊、哦，这一颗红毛榴莲，还有哪一颗要浇？这颗好了。好，这一颗鹅蛋荔枝。鹅蛋荔枝。第二轮呢？去年哦，去年长蛮多的，对，不是蛮多的，去年树很小，但是有长果。有吃到，我有吃到。有吃到。有酸酸的果肉，比较水。果肉较脆，较脆啦，较无坚，但是较大坚。啊，有吃到风味，无法度食到欢喜，但是会当品尝到那个荔枝的风味，也算是相当值得期待的一棵果树。啊，现在一样稀释。哦，黑水蒙的叶培。浇灌第三棵果树鹅蛋荔枝，加两个啦哈。好，那我们的黑水蒙的易肥的施那个施肥的记录哈，就记录到这边。风真的很大很大哈，又能，然后那个风切声超大的。好，再看一下哈，这一颗红毛榴莲，这一颗枇杷的石笙苗哦，树形都雕得不错，值得期待。好，简单的记录分享给喜爱果树植栽的好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